王凯正走底线，拉杆传小球回到中间篮下的出手。这个接球上还是要注意哦，因为队友是随时有可能把球踢到出来。王凯正跳投距，王凯正已经投进两颗外线，是，对，优，4-7。Stepper 王凯正又来了，再来一个第三个外线了，哇，很快，你们搭档刁钻，哇，再来一个，看下去，调节体力，跟现在手感震烫啊，调节体力，哎，提升的空间，稍微比较粗糙一些。沈瑞阳篮下转身的勾射距，给王凯正，凯正。外线再起，哇！陈俊伟，两次。王凯正这里真的，王凯正，哎呦，没有人防守他，他一溜烟到篮底下得分。switch 的时候交换不清了，所以被他给溜了进。凯正拿到，有没有机会绝杀？挡人上来，凯正切中间，再传到底线，李炳宏大空档机会。倒数最后的。极大的空档机会，王凯正再飙进了一个外线。